前女友结婚给我发请柬，为了撑场面，找富婆姐姐借车。你跟他坐着干嘛呢？哎，姐，哎，正好那个姐，你忙不忙？不忙，怎么了？那个啥，我寻有个事儿，我求你帮个忙啊。什么事儿？说。有一点点的那个不太好意思，不太合适啊。和我见外啥？说呀，什么事儿？就你那个车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拿去开呗。就得用一天。你开着干嘛去啊？那个啥，我前女友结婚了，那个我寻思我去，我拿你那车我撑撑场面，我到时候帮她出个车啥的。哼，你还真是好人做到底，平时怎么没感觉你那么虚荣啊？姐，这不是虚荣，这生气是这么回事。姐，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，我跟你好好说一下这事儿怎么回事。这个女孩吧，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总说我，那看不起我，最后跟一个开跑车的好了。所以说呀，你更要好好努力呀。最主要的是，你要珍惜眼前人。姐，那要是不方便的话，那我就不用车了，我到时候去问朋友借一借也行。哎，别说这些了。这样吧，你先去把车子开去启动一下，等我。那行，姐，谢谢啊，姐。姐，你这准备去哪儿啊？喏，这个给你，结婚总要随份子。姐，我还以为你生气了，不借我车了呢，没想到你想这么周到。不是，这也太多了吧，姐，我不能要。不多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一会儿你到那边啊，就把这个给新郎，告诉他这是给他孩子的，新婚快乐。我明白了，姐，你这招真行啊。那我现在我就出发过去。那姐，那你先下去吧，我这边早去早回。走啊。啊，对，你看我光想我这边事儿，姐，你去哪儿呢？我先给你送过去啊。一起去，怎么，嫌我拿不出手啊？不是姐，咱俩去啊。走吧，别啰嗦，过去正好给你撑撑面子。行了姐，那咱就出发了姐，那你系好安全带啊。房东小妈陪我去参加前女友婚礼，车突然故障，于是决定晚上在这过夜。姐啊，这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不是，我记得旁边没车呀，这给你刮了，不好意思啊姐。没事儿，人没事就好了。哎呦，这还报个保险，你到时候姐多少钱我赔给你。没事儿，你只要没事儿比什么都强。放那心吧，现在车子已经这样了，今天就住在这儿吧，要不？啊，今天姐那个啥，姐，要不你上车等我一会儿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可以，那你啊，快点。好嘞姐。哥们儿，你那儿有没有1000块钱呀？你借我用一下，我把人车给刮了，江湖救急，快快快，哥们儿。接电话呀！他这关键时候怎么？不是哥们儿，真江湖救急呀！我把人车真刮了，没跟你开玩笑，这次不是骗。姐，那啊，没事儿，我那朋友正好打电话，我那什么，走啊，把身份证给我，发给我一下，我去办理个户口。行吧，姐。姐啊，这车修起来挺贵的吧？你别管这些啦，话说这地方怎么，酒店这么难订的？这地方小地方，没啥流量，没啥人啥的。有一家还不错，订好了，你一会儿的时候把车开到前面去吧，4S 店会来推的。行吧，姐。姐，没事，你放心啊，这是那个修车钱、酒店钱，到时候我都一块转给你啊。你以后再说吧。房东小妈陪我参加前女友婚礼，喝了点酒，准备住一晚，居然要和我住一间房。哎，你先别睡，啊，你的借我用一下。不是，姐，
不合适吧？我这给你用了，那明天不没精神了？把我放在桌子上吧。姐，给你放这儿吧，姐。行，放呗。啊，姐，那我的房卡呢，姐？需要什么房卡？这不是两人房吗？不是姐，要不我再去，我要我再问问还有没有房间了。我打电话已经问过了，只有这一间房，两张床呢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不是姐，主要我没和异性住过呀，要不我还是问问前台吧。不是姐啊，怎么，你不愿意和我住在一起是吧？不是，我这不是怕不太方便吗？姐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去洗澡去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陪我去见客户。这合适吗？这，哎呀，还是打电话问问。我已经好了，你干嘛？啊，我可以去洗了。那啥，姐，我先问问前台，让送上拖鞋。拖鞋不是在那边吗？啊，拖鞋在那边的情况下，那个洗漱用品，姐。洗漱用品也在里面。你怎么了今天神神叨叨的啊？那个啥，送水，姐，水那边也有啊。怎么，你水土不服啊？没事姐，没事姐。那个啥，那个我去洗澡了，姐，我去洗澡了。哎呦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啥也没看着。有啥不好意思的，我又不是没穿衣服。啊，姐，你在这抹啥呢？这是擦脸身体乳。你这皮肤保养真好啊！做女人啊，就是麻烦。哎，正好，帮我擦一下后背，我够不着。不合适吧，姐？我给你擦后背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别忘了，我是你小妈呀。啊，行吧。不是姐，你老看我干啥呀？早点休息吧啊！我先去了，明早不还得见客户吗？你不是，姐，不合适吧？我这给你用了，那明天不没精神了？怎么，你的手机也没电了？那你先充呗。啊，姐，你说用充电器呀？我还以为说啥呢，那给你用去。不是，姐。我先睡了，晚安。和房东小妈住一个酒店房间，半夜睡不着，居然。姐，那不行，姐，你晚上喷的时候你叫我呗。晚上你住在这儿，我睡不着。不是，姐，那你别偷偷摸摸的啊，我这心进人了呢，吓我一跳。你一直这么紧张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没谈过恋爱？不是，姐，那怎么能呢？我跟你说，姐，我可是情场高手。从一开始进酒店到现在，一直紧绷着。哎呀，姐，你不说了，你不我小妈吗？那我不得控制点吗？要不要吃点宵夜？我们再喝一点酒。整点也行，不是还喝酒啊，姐？那刚才那酒劲儿还没过呢，我说实话。哎呀，喝点酒助眠嘛。你看一下，选一点，我去个洗手间。这咋睡呀？这吃点啥呀？咋了，姐？快过来一下！我姐，你上厕所呢，我进去不太合适吧？脚崴了，好痛！脚崴了？啊，没事吧，姐？你还愣着干嘛呀？扶我一下呀！啊，好。我现在走不动路，你要抱我过去。不是。我抱你啊，姐。我脚都受伤了。这儿疼不疼？疼。那这儿呢？也疼。你看这都有点肿了。你在床上等着别动啊，我下去给你买点药，我马上回来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姐，那等会儿那个外卖你让他放前台就行，我等会儿回来一块带回来。回来了，姐。姐睡着了。
是不是对劲儿？白瞎了，哎，喝两下得了。这是真疼啊，睡着都有反应。保养真好，真白呀。白吗？哎呀，姐，那个刚才那医生说了，说这个腿晾一会儿，然后两个小时再喷一下，一晚上喷三次它就好了。那我要怎么弄啊？姐，那不行，姐，你晚上喷的时候你叫我呗。晚上你住在这儿。不是，我睡这儿不合适，姐，我就在这儿，你到时候随时喷，随时叫我呗。我脚崴了，能对你干嘛呀？只是为了方便喷药。唉。